迎各位观众朋友再度收看我们钻石舞台。哎，又到了我们这个单元，是上个礼拜新的单元。是啊，这个单元叫做舞台对抗。啊，这个观众朋友反应非常热烈。是啊，这个很多人写信说这个单元对我们这个歌星的挑战啊，的确是相当的过瘾。所以今天你看，我们多了好多观众朋友。是啊，是啊。但是我们的现场维持秩序跟一般不一样。刚刚很多人站在那边，我们怕踩到人或挤死人啊，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安排座位。而且今天的观众朋友的确，这个外面的温度听说已经39度了。哎呦，又创世。创这个台湾最高的温度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各位来这边不仅可以吹到冷气，还可以看到美好的节目。是，所以希望各位的热情不要输到外面的这个温度。好，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来的特别来宾。希望各位的掌声要大声一点。好的，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大牛罗时丰。哎，好奇怪啊！像我们那个攀援的走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。是啊，是因为每个人来都充满了自信。哎，因为我发很多歌星，有的人不敢接通告，是因为怕他自己的才华不够。对对对对，那罗时丰什么都会啊，啊，样样都会。开玩笑，我出道又不是一年两年，哦，是三年哦，五年呐，哎呀，五年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，不容易。那罗时丰的歌大家都很喜欢。是啊，今天要看看你其他的一些才华啊，你有没有信心呢？有信心吗？这是小场面而已，更大的场面我都见过了。对对，那个演唱会他都没办过，你看。好了，这样今天就考考你的才华了，好，先到旁边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下。第二位为您介绍的是我们最漂亮的美女邓伟婷。我们节目中呢，还是要请到美女，我们整个主持人乐队的精神才会为之振奋。但是我怀疑这个邓伟婷啊，因为邓伟婷平常说以戏剧为主啊，这综艺节目很难得上啊，肯定是对抗哎，啊。啊，我怕什么？我不是长沙你们最爱是舞台歌唱节目。他也没有失败过啊。对呀。怕什么哈？对呀。我们总有一天来什么我们就表演什么。我想我们有一天应该请邓伟婷啊、林美照啊，还有的一起来表演。还有像这个现在演大兵乔可欣啊，他们一起来哈。你的声音呢，就把这个观众给当场软化。对对对，所以你放心，你也休息一下下，休息一下哈。来，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国内的一位唱将李翊君。两位好。哎。啊，看到你突然怎么想跳舞去啊？李翊君呢，这个评剧呢演得好之外，他这个歌也唱得好。对呀，对呀，这个今天来现场不仅是考歌，各种某方面的才华要表现一下。没有问题，很多方面的才华都在电视上没有表现过。而且现在大展身手。现在歌星都流行开演唱会，演唱会不是光唱歌，各种才华我们重新慢慢锻炼。对对对，因为一个演唱会将近有2个钟头啊，那不是唱了几首歌曲就可以结束？各位要多多给他考验，才能这个助他成长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位呢，啊，那不是吹牛的了，啊，那当然不是吹牛，国内最帅的白马王子，英俊小生赵传。班哥，我们大家好，没想到我们传哥今天来到我们现场。哎，传哥最近把这个我是只小小鸟变得另外一种旋律啊，是啊，跟这个词不一样了。这个我在节目中曾经介绍过，我们赵传是非常朴实的一位。他这个唱的第一首歌，第一张唱片的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，是描写他个人的这个。其实也描写你也唱啊，不是，虽然唱，但是很温柔，让获得广大的回响。是是。赵传呢，今天背一把吉他，除了表演唱歌，听说他会表演很多种这个特殊的才艺。对对对，尤其在乐器方面没有问题，绝对考不倒他。尽量好不好？尽量哈，麦克放马过来。哎呦，麦克就唱虎牙呢，跳坤姐。谢谢，马上进行我们的这个对抗。哎，这个我们的对抗，这个观众席啊，是我们潮来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观众席的朋友们都很热心的合作，因为觉得上个礼拜题目似乎太简单了一点，所以今天呢，大家鼎力相助，尽其所能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题目来考考各位两歌星大爷。底下的观众气氛呢，要潮男这个肩负的带动，他等于代表观众了。是是，有的观众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，有潮男在的，你胆量就大一点。哦，这样子是没关系。是是是。好，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这个锣啊，锣声哪样？哦，好就听啊。来，安尼好，马上来啊，我们请潮男带领观众来点问。第一位来，啊那边那位穿紫色衣服的小姐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到这边来。哎呀，你非常踊跃。哎呦。好。几步路还要跳动的，你管人家，人家清朝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要考谁？我想请问那个古今中外最美丽的小姐邓伟婷小姐一个问题啊。你要请问邓伟婷什么问题？已知她又漂亮又温柔，然后戏又演得好，歌又唱得好，对不对？那同理可证啊，她广告一定
也演得不错，所以我想要请他演一段那个香豆奶的广告。哦，没有看过邓伟霆那拍过广告的，很少。香豆奶，东东摸来摸去，东东摸来摸去。那个小孩子演那个啊？哦，对，哎呦，那个可爱，那个可爱。那会不会？啊，你会不会？啊，东东摸来摸去，东东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香豆奶。来，往前摇好了。如果不会就直接敲了。啊，麦克风我帮你拿好了哈。我们来帮他配音了，他的声音我们都很熟悉。他声音还好玩。哦哦。先唱一遍了。你们。东东摸来摸去。好，摸来摸去。香豆奶。好嘛，陪你，我们陪你好嘞。走，我们也会走音啊。好啦好啦，兜兜摸来摸去，兜兜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，香豆奶。哎呦，不是，这个屁股真的可以进火力发电厂了哈。哎呦，可是我最近你这次好像失调了一点。不是，他那个磨要磨，那小孩子好可爱，磨得好大呢，磨来磨去。哎呦，你贵啊。耶，兜兜摸来摸去，兜兜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。他摇屁股，我觉得我们摇屁股是两只脚会弯的，他是一只脚。人家有 pose 嘛，摸来摸去。啊哈，那表演通不通过？那你觉得满不满意？可以吗？很满意。邓伟霆马上通过考验。哎，啊，这个通过考验就不用接受这种处罚。好可怕。好，请入座，请入座。慢慢走哈。哎，对，哎，没，还有没有发问问题了？来，这边有一个穿荧光色小姐，来，荧光色衣服的小姐，啊，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。来，你要考谁？我想请问一下邓伟霆小姐跟罗时丰先生，又是邓伟霆，麻烦两位哎，两位请先到家。两位有才艺的，有的。邓伟霆哈，怎么这样？没关系嘛，好讨厌啊，能者多劳嘛。好，你要考他们两位什么问题？我们想在电视剧上面哈，看两位大多都是演喜剧，所以如果说请他们演个悲剧的话，一定有不同的调调。所以是可以希望他们现场即兴演一场悲剧。悲剧啊，好有悲剧。邓伟霆这个好久了。不会啦，叫什么演啊？又没有剧本啊。是啊，没有剧本。那这样的话，没有剧本，我跟胡大哥先示范一遍好不好？那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的。先示范一下。示范演出好了。这样子，我来编好了。最难，你干脆就演父亲啊。你是演女儿。好。你是即将要，你已经生病很重。那邓伟霆演母亲还是？没有啦。不是啦，不是。你们两个先演一个示范给他们看呐、啊，我们只是示范这样。对啊，因为你身体不好嘛，在家里养病，但是女儿因为要外出去工作，赚钱回来给你养病，所以要一段时间跟你分开。啊，分这一段剧，好，好不好？这很简单嘛。等一下，可是要先说，我们示范演出不接受惩罚。没有没有，示范没有示范。啊，那先来个沙发。我们有没有衬底音乐，比较悲哀一点？悲哀一点。来 ，music 给你。这个椅子啊，直接要放在这前面，如果演不好，直接打下来。不行了，我是一个七十几岁老伙啊，拍谁啊？是你先坐啊，身躯无啥爽快，但是阮某，伫阮查某囝十七岁时，就离开世界。查某囝，哎，小丹你，不是，你卡麦啊开啊。你管我生病还有？不行，这样好丑啦！你不能用这种口气讲，这种口气讲就很好笑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爸爸生病这么多年，都是你靠在外赚钱养病。爸爸没有能力养你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爸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是应该的。爸爸这边又养起来了。悲剧，我在我这，生病就不能养吗？爸，我知道我的病没有希望，你还是一个人出外去奋斗吧，不要管爸爸。不，我会努力赚钱，然后我用我的钱，我尽其所能的来养活你，你什么都不要再想了。女儿，你赶快走吧，不然你在旁边，你不能破坏气氛了。爸爸。隔壁是死人了。哎，阿丽后，你赶快不赶火车吧，爸爸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女儿，你出外不要被色狼骗了啊！一定好好努力工作，女儿，加油！爸爸，加
油。走吧。爸爸。女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千万要保重自己、啊。女儿，让我再看看你。走。哎呀。爸爸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。我从现在演爸爸哈。女儿，老爸真的对不起你。爸爸，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赚钱养活你了。希望你自己能够出去养活你自己。爸爸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出去努力赚钱，尽我自己所能来把你的病养好的。爸爸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你自己。爸爸，我会保重。爸爸真的对不起。咔，我这个表情太糟了。人家那个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你过来半天叫你怎么讲不出一句话呢？你一边别改，我来来来来来，是的，我们就从后面那个接好了吧。女儿，快赶不上车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的，爸爸。让爸爸再看看你。爸爸。啊，赶车吧，然后爸爸送你出去。爸爸。伟霆，爸爸，去吧，快赶不上车，不要管我，你好好奋斗你的人生。你去，伟霆，伟霆。爸爸，你不要再叫我了。我不会。去吧。伟霆。叔叔。伟霆。哎，当时你俩见了。去吧，伟霆。叔叔，你要好好照顾你。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。去吧，我会。叔叔，我想念你啊。车快赶不上，车快赶不上。去吧，去吧。伟霆。舅舅。哎，记得阿姐姐阿哭啊！哎，现在当时照出来了。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我们家就这一个女儿，好好照顾自己哈。去啊，要常常写信回来哈。我会。伟霆，表哥。哎，去吧，去吧。保重你自己，你也要好好的保重你自己。我知道，伟霆，照顾自己啊！再见。好好的工作。不要叫我了。去。伟霆。你叫我们要抱哪一个啊？我们都要。来，鼓励鼓励。这位同学怎么样？你满不满意？演得十分精彩，我们都很满意。好，我们谢谢邓伟霆、罗斯福，谢谢。来，欣赏我们精彩的广告。